各位台来宾啊，各位好朋友们，今天再一次踏上这个舞台呢，真的内心雀跃不已哈。然后在我青春有劲的时候呢，展开的教师生涯第一个十年就在日新度过。还有我们介绍一下，有黄三田老师，他是资深的优秀教师，很光荣的在日新退休了，然后现在退休20年。还有我们再介绍一下陈江水校长，哇，我们一起见证了日新的辉煌时代。校长拍手。校长陈江水校长，我们一起辛勤努力在这个校园里啊，今天很高兴带领着我的乐团来到的日新国中，并且呢在这个神圣的时刻呢，要祝福日新国中生日快乐，而且校运昌隆，还有与会的所有的校长还有来宾，全校的师生们，我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下面呢我们带来两首曲子共襄盛举。第一首呢我们非常熟悉的费玉清的水汪汪，第二首呢我们带来的是抒情有致的雨碎江南。那么请大家一起来欣赏，谢谢大家，有请中兴国乐团。再次让我们响起热情掌声，来邀请我们的中兴国乐团带来的精彩演出。第一首的演出的呢是水汪汪，来宾请掌声。
们接着第二首曲目呢，是我们的《雨翠江南》。哇，好，让我们响起热情掌声，再次感谢中兴国乐团带来的精彩演出，也谢谢呢我们的黄硕荣老师。哇，这位团长呢也是相当的辛苦，我要来号召这些老师们呢，在呢我们的任教之余、退休之余的呢一种音乐的调剂活动，响起热情掌声来，再次谢谢中兴国乐团。